我们今天参加活动叫食书的下午嘛，然后我们英文叫我们写的 How to Eat a Book， 然后对应那本书我会放到你们桌子前面，你们可以先翻阅。但是每一个菜都有配合一个情境。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会分成两阶段进行，接下来的第一个小时，佩德会先带来五道菜。那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，再进行到我们选集，会带大家做一本书。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书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点食物。第一道菜，它对应的书是《圣母峰》，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，它是一个绘本，然后它是2019的最佳青少年图书。我希望你们在第一道菜的时候，我们先闭上眼睛，好。那萝卜是新鲜的萝卜，萝卜干和老菜脯，它象征了一个人的小时候。每个人对圣母峰会有不同的想象，年轻的时候觉得妈妈这是一个好美的山，老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还没爬过这个山，会觉得啊这辈子已经到了七八十岁，但是我还是不能爬。这个我们就先去 OK， 好，谢谢，谢谢。都一直存在是酸辣咸，那我对甜这件事情很不了解，我觉得泰国到底有什么甜点？看一下这个这本书，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会带大家做的一个手札。对，我们会再去制作一点内容，不过大概是一本这样子结构的，所以会有这种一般的精装的硬壳的封面。最后再借由这个螺丝钉扣去把它锁在一起。想说好，那我来把它这里面的故事做成绘本。那它这个是一个很短片，它的笔法很厉害，我觉得。它是小说吗？它是一个短片，它是童话，所以它是青少年童书。但是yeah.